1300多年来，西瓜亲像一串细密的珍珠链，从泉州唐宋以来，真侪秀丽多彩的文物性质，加古街古民居，以及富有于其间的民间艺术、民间传说，一个贯穿起来。这个立处新街是伫个唐朝开元年间，有大量风姿独特的古大厝和古色古香的木楼群，构成了一个活的建筑博物馆。西街不仅蕴藏古城丰富的历史文化的积淀，而且甲大家讲到古城千年的沧桑不变。欢迎来到的《闽南通天下》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今天的《闽南通》节目，我是丹心。如果把一座城市看作是一件艺术品，那一代又一代生活在这的人，就是这件艺术品的创作者。一座城市内底有几哪条这街巷，有着代表性的意义，有的是有特色，有的是有文化，有的是有历史。那在今天的闽南通节目当中，就要带大家来去泉州的西街。那这条街巷呢，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啊。第一次建筑建在唐朝的，在这里会当感受到闽南人爱拼才赢的精神，也够淳朴的古早味。西街那是泉州历史上开发上早的街区。也是现在保存最完整的片区，为西街头的钟楼一路向西，南北双边的建筑是非常的有特色，古厝、翻仔楼，按怎看拢袂显，真水真气派。老厝古意十足，肃穆大方，有情有调，清澈深刻。翻仔楼有外国的风情。花蕾动人，有韵律，有美感。春秋着望会着，土洋混合做戏，未显得真各样真突出。中西合璧，交相辉映，合理不同，多元交融，互相辉映，静静地透出一个多元文化的底蕴，以及一体多元文化的脉络。这古建筑经历了岁月的洗礼，显得有一挂破旧，但是伊的背后却潜藏着真侪人唔知影的故事，记载着沉淀的历史。阿哥啊，阿龙啊，一路行过来，看到西街啊，真实是泉州这座东亚文化之都的色松雅，咱两边建筑啊，拢非常有闽南的特色。今天阿龙就邀请一名老师来带我去踅西街，来找泉州人爱上西街的理由。欢迎洪宪，洪宪你好，欢迎你来西街。洪宪应该跟西街缘分非常的深吼，因为你本身就是西街人嘛。是，我是踮西街长大，所以说西街一草一木我也熟悉。因西街这条街无长，伊从钟楼到新华路700多米，但是这搭路东西南北。这几个巷有40条巷，36处的这个名人古迹，
所以说当时的官宦人家甲有钱人过来有咧西街，因西街伊即代在部队，所以个人甲西街缘分是真深的。我知道你后写一本册，就是写西街，伊名就是西街。是，无错。用七个月时间写一本36万字的西街。这本伊的特点就是一般文学、一般文史、一般普通话、一般闽南话。所以红线这本册非常闽南特色，因为用闽南话来写册哦。来，请问红线啊，如果你写这本册，应该对西街有真深的去研究嘛？那你研究了这西街种的情况，和你来的形容，你怎来讲？因为伊西街是也独特的是一个什么啦？因为咱这个中西合璧的建筑，甲繁华楼伫西街是最明显的。所以说伊的面相。你到西街一条街，看到伊的面相，就等于集泉州市来了。你只要西街看到整个泉州市，都看得到。西街这个名，伫全中国有6条叫西街，唯独咱泉州这条西街是原住民。你分分钟钟你推门入去，伊该干嘛就干嘛。所以说伊是原住民，所以里面鸡飞狗跳，保留也很精，所以说西街人是最会熬过日子的，怎样说因会过日子呢？因为伊免看时间，也免看日历，伊推门出去，街面顶咧卖啥物，就知影啥物日子咯。比如说伊这推出去，满街伫咧卖上安尼，卖花灯，就知影说元宵节到，规街伫咧卖金纸、卖鲜花，就知影出名最高。所以这个是最体现地产百姓家生活的日子。是原住原味的，原住民体现出来。是。那西街咧看古厝，我感觉真多吼，头行起来，我看一下古厝，可能暗是上一个时期的，有可能过来时期的，是安尼吗？以西街形成。用唐朝开元年间到至今一寸300年，所以说唐宋元明清高遗存，伊文化遗迹、文化遗存特别多，所以说伊伫即搭落吼，有体现官户人家的古大厝，也有体现繁华楼，所以伊民国期间即搭也做繁华楼，繁华楼计来自材料来自外面南洋。但是起的风格是按南洋风格，所以中西合璧也明显，这是一种特色。所以红线公遮的古厝其实有真多时期啊，唐宋啊、明朝啊、清朝啊、民国啊，拢有啊吼。是。因为遐尼多古厝当中，你印象最深的，还是讲会用咱来好好来体会的古厝是倒一座？西街最有特色、最有代表性，就是咱所说的西街116号松铁。这个所在也有意义。原有就是泉州一个知名的理学家朱熹，伊有起块楼叫望云楼，伫即搭咧断土修地。后来由于历史的变迁，望云楼无存在了。但是即块被一个有钱人买来，伊思念，所以说伊这个守门坡是从这思念的手中买到即块古大厝，然后后壁再建一个洋楼，所以是中西合璧，也值得看。好，咱来去现场看卖咧。好先，我带你去。这座伫西街116号的宋体整体中西合璧，工艺是非常的考究，群街闪巷，一派书生风范。这地原来是连城的府地。这搭就所说西街116号宋体，这就是宋体，伊也有特点，伊怎啊？伊见前面有古大厝，后壁有洋楼，所以咱闽南有一句话叫“残垣处铁百家姓”，伊原有是块古大厝一个姓梁的人居住的，然后伫1912年建成了宋门坡，伊就。是菲律宾这大华侨，伊全部伫咧生产这个楠木的，所以伊要伫东山买块厝，就叫人家来泉州，无涉到在咱这看到这所在是西凉的，由于西凉的，由于生意做失败，所以伊就转手转，先送的，送门铺，
左手门铺街买落来就改做双梯，所以前头凡是保留三连的起的高大树，后头所有的砖一挖，全部是以灰的变稳来，所以整个从1912年，动工到1915年才完工，所以起了一个也有特色的一个一个洋楼。这双梯会建筑风格是什么款的？无像吗？伊诶也独特的是啥物啊？伊就是一种卡楼风格。你看咱即代建筑古大厝也少有种卡楼，种走廊。你看伊走廊回廊是贯穿的。比如说拄着台风，闽南也是用台风。风台嘛。风台来，风台来，伊拄着种情况，伊讲伫内边家自然活得。你拄着日头较炎，伊讲免出来外面，伊用走廊可以回避，所以叫避风掩日。所以古早人的这个建筑方式的这个思维也非常巧了哈。唔呐，讲是好看，而且佫是用。既是用又佫美观。这是古人的一种智慧。我怎么说的？残垣处叠百家姓。就是残垣处叠，你无放永远占污，到一定时间就会衰退。咱所说的叫做不会给三代，这块是也明显的体验不会给三代，百年嘛，所以这块也有历史意义，而且伊从建筑、人文、甲历史皆有个遗存，所以红先介绍每一个建筑背后其实吼拢有故事，而且这故事吼唔单甲时代有关系，有可能甲是家族是有真大关系。是，这座建筑瓦街大厝是三开景相合处。建筑面积千多平方米，厝外还有石埕百多平方米，是典型的闽南传统的建筑风格。双梯这个要特点，你再查你看，伊这个铁基，伊这可以达到红度，然后伊这个通风采光，伫野在条件中铁基啊，柔韧更轻松哦，计着进口的。你看伊这个玻璃窗，就提高野大咗，伊是。伊是个彩光，而且个红火，光线个有，光线个足，伊即搭了体现最大个，就是光厅暗房，是即间房，即算房吗？即间算房吼，较暗嘛，较暗，伊厅就较亮，而且你看伊个木材全部是南明来，所以南木啊，即木啊是以前个，以前也无变化，无变化，伊即个人也聪明，伊家咧做南木，所以规块厝体从地板，到这个窗户，到所有的家具使用，全部是楠木。而且伊这个是体现伊的财力啦。你有这跩物件，也得块钱啊。你得运输，长途运输，得漂洋过海。而且来伊用的都是大料。咱闽南这搭是刀斧、雕饰，经常会煲酒。楠木这种糖啊，唔食。因为散发一种味素，而且伊茶也独到。保留也完整。楠木个糖。是，楼梯也宽，真有特色，伊在。窗仔已经看外面嘛。可以啊，伊个这个目的就是可以观望，也可以通风采光，还计活动，你看伊所有诶活动，伊这个透气会单独咧，而且伊遮全部用大料形成诶，所有全部用大料。正亲像红线所讲的，华侨背子离乡漂洋过海，努力打拼，为的就是有一日会当回来家乡起大厝。离西街顶面这形形色色的古厝翻啊楼，就是向现代人来讲着因前景的奋斗史。其实除了这特色的古厝翻啊楼以外，西街深处也运送着一条一条真有意思的小巷，而且这小巷的每一条拢充满着古味的气息，刻画着西街永恒的历史。小巷本来是非常的平常，但是会当看出伊的创作。听红线介绍，即个每一条小巷啊，拢亲像是一个故事开始。展开延伸了后，可能是突然停止，也有可能是自然而然的结束。行伫个西街巷仔当中，
瓜中有香，香中特香。哎，杨先生，咱阵来到这个巷啊，感觉真有特色吼，两边的居民吼，有咧烧烟，搁咧卖烟。嗯。伊这条线呢，这条叫锦胆巷。嗯，咱早闻说起金人家。嗯，起金人家就是有鸡有生活。所以这条是以鸡命名的。哦，叫锦胆，有一个鸡一个胆，所以叫锦胆巷。伊个有一个玉泉寺。玉泉寺。哎，玉泉寺，玉泉寺伊断线线呢，泉州用高空看整个。整个鲤城区亲像一个鲤鱼，所以叫鲤城。哦，鲤啊，这个鱼拄好伫这个鲤鱼的肚脐咧。哦，所以他认定伊就是泉州的风水穴。嗯，啊，这个鱼啊，伫个，咱等下可以做一去看伊这个鱼。哦，嗯，因为伊这搭也独特，鱼边也有一个塔。嗯，那个塔是万历年间起的。嗯，伊的作用叫城心塔，就是代表整个一个城市的中心。哦，嗯，所以假是算城市中心。啊，是市中心，就古代的时阵，这个巷，这条锦胆巷，这个城心塔就是泉州的市中心。哦，嗯，啊，所以吃这个锦，够一个塔，塔，嗯，所以伫吃应该讲是算风水宝地啊。风水宝地，而且伊最体现市井生活。嗯，百姓就是有井有生活嘛。嗯。啊，像阵普，像阵下个内面吼，基本上普通百姓个照样在工作啊，照样在开店，是是。所以咱原住民该怎啊生活，伊就就算保留原生态。嗯嗯。所以伊这个整个古城片区西街就是伊的生态保护区。嗯。所以遮算一个生态保护区。啊。文化生态保护区。西街小巷确实是非常的有韵味。幽深的巷仔口，凹凸的石板，蕴藏着未少的典故。听洪贤介绍，这条巷仔内面是因为白道林常常伫个即块卖药行医而出名，所以叫做白巷。这条白巷，即伊也古老，引起也侪人来即搭创意。伊西街即留落来是一个。七十岁到八十岁的老岁啊，伊伫咧留守遮历史，啊，佮存在着即现在，也做七零后、八零后来即搭落啥物啦，来创意、含接古意，嗯，咱继续来行者吼。所以这边这条巷啊，伊个建筑个特色有无相吗？无相，伊这个巷啊的特色可以看出每个时代。比如说砖瓦楼、古厝，伊也侪是明清的。嗯，嗯，再落来，你有看遐石头厝，还是差不多是七八十年代。那看到水泥厝，我基本上现代建筑。嗯，所以家己这个巷仔内面，感觉有古早的味素，有现代味素。是是是是是，伊保留的是历史的痕迹，所以你行入去巷仔，有古早的味素。嗯，但是伊阁是现代人伫咧衔接这个古意。嗯。嗯嗯，这来就是大食堂。大食堂，嗯，有啥物无相的所在吗？伊这来就是一个从跩复兴，复兴泉州，你看跩泉州个泉州的符号。咱这看下这个水闸无，伊就是闽南话。啊，这跩是跩后生家，伊制作跩古意的物件。你看伊这个是分园路的装饰，分园路造型。你看伊水闸无是闽南话，啊，这个地啊起来就也有闽南特色。啊，这个地啊，伊跩砖是叫彩色水泥砖，一种材料灰砖，一种灰砖甲咱带无相，一种灰砖飞入边来的，所以体现着一个南洋风格，而且伊个也有创意，所以这种创意的产业吼，就得到老少皆宜啊，大家喜欢。所以咱西街纯这方面专店面太多吼，也准。伊原有的西街这个所在，伊的民宿。就是咱个客栈民宿有21间，随着古城复兴的宣传发展，即有67间。所以说，也侪年轻人愿意来西街，来即搭落创意，来即搭落工作，来即搭落因为有伊个欢迎嘛。嗯，安尼规西街啊变成青春嘛，有活力嘛。啊，现在这条小巷啊内面的每一个所在，却一四季充满着艺术的气息。不管是伫个墙壁顶面，还是电灯条顶面，拢画满了美妙的图案，和本来一条古板无味的巷仔，颠倒变得充满色彩起来。
伊即跩就是文创园，就是说因为伊即搭咧近开元寺也近，所以说伊也做古大厝，古大厝伊跩后生家就来文创改造，形成了一个也做跩理想甲特色，咱即边咱来看卖，洪总你好，对，你是啊，这民宿是你开的吗？啊，是我开的。我是2012年就是做民宿客栈青日桥面的。就是来这5年的时间了。五年时间。那为什么选择讲西街这所在来开这民宿？因为我从小在西街这个通讯社读册，然后从小在行啊行顺的，在行啊行龙的，家庭就在大汉，是从基业吧，是从基业。以前佮较生活去吃较浓些，因为用歹生活人较济，因为这随着时间的转变，20年过后，慢慢这厝因为年纪有些少，慢慢落去，为佮起做新款的厝，然后为这有家啊，因为这两年泉州的文化旅游推广，有较侪游客会行到巷仔的，即个我用歹虽然是无讲去想象的，游客无讲行到这巷仔内面去体验咱当地民生民俗的物件的，是安尼，离现在的西街吸引人的所在还有不少，古早味的美食小吃肯定是其中之一。走在西街，各种闽南的美食不停地在吸引着来往的人客，让人走到这个所在都未记得倒去。真多小吃的店门口常常是排长队在买物件的顾客，生意是非常的好。一句话叫做“食小食，看小戏，行小街，踅小巷”。如果恁要根据你的感受，泉州这座古城的侵略，那头一个要做的就是食小食。所来时间，咱继续带着阿良来去看卖迄带有啥物好料物件。润饼是闽南地区一种独特的市民食的物件，类似北方的春卷。听讲食润饼菜的习俗，早是伫个宋代就有啦。泉州的润饼菜内面就加红菜头丝、豆菜、蚵仔煎、茯苓豆、豆干丝、虎蹄等等的配料。安尼就要求会当卷起润饼菜的皮，唔那着又润白白，啊，搁着薄搁 Q。看到师傅亲像餐椅点水迄款的，将一个面粉伫个热锅顶面来回的变人，无淡薄久的时间，这个面粉就被摊开，变作一片一片薄薄的皮。这款润饼皮薄，而且润嫩又个 Q。这款就是润饼咯，内面有两款口味啊，看起来真细搞，比咱厦门的这薄饼细搞，但是滋味是甚物款呢？试吃看卖。我内面有。虎蹄啊，香菜啊，搁有豆花，食起来真清爽啊！下昼食海鲜，真油，阵食了，果然真清爽感觉。足好料的，很推荐所有朋友来现场试吃看卖，足赞！西街真正是一个包容性真强的所在，伫遮你会当人看到以前遐时代的建筑，也佮有文化。会当人讲，西街唔干呐是泉州一条普通的街巷，伊佮较是泉州的一个文化符号。伫遮你会当人感受到闽南的传统文化，也会当人感受到新闽南的生活方式。好，观众朋友，今仔日的闽南通就为大家播送到遮。如果您对闽南文化有什么感兴趣，或者是有什么想法，想要来跟淡星交流的，拢会当人关注温暖宝的微信号，也佮淡星的微博。咱明仔载闽南通节目再会咯。
即阵啊，这已经是闽南地区还有金门等所在游客经常来朝圣的圣地。小团这个香山顶面啊，有一个真爱做歹代志妖怪，所以这个清水宗师知影了，一直要把他堵上。